孙云锦，做我女朋友。孙云锦跟我去北京，孙云锦和我在一起。第一次见到孙云锦的时候，觉得哎，这个女孩挺特别的，有就是想要了解的感觉。不会说问我吗？实体你拖垃圾是不是？虽然说让人觉得好像挺有时候挺讨厌的，还觉得，但是这个讨厌一定不会就是说真的让人讨厌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50块钱，你就别做朋友聊天吧，好不好？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孩，没长大的一个男孩，就是特别的纯真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像成真这样子的人，就一直默默的爱一个人，爱他那么久，就这个东西是找不到的，就很少了。可能我觉得现实中也很少了。但我不得不说，我可能是哦。哎呦！其实吴亦凡看上去挺高大，但是其实内心就是一个小朋友。看飞机，看飞机！快！又来了。那我家的飞机啊，那个。然后每天都会去做一些。感觉像小朋友的事情。他特别喜欢超人。对啊，我是超人嘛，我的前世是超人。哎哎，发现发现发现，关注关注，哎，酷男人的后，你的飞机啊！一凡他喜欢音乐，要来点美丽的音乐。可以啊。他爱跳舞了。然后运动上头他也挺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投入动作。啊，太帅了。这个会行吗？会行会行。再来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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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次